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？丈夫。魏平。孩子。小轩，你不要走，小轩，你没有权利把我儿子送人。母亲。你，我都有权利送人了。他曾被三度抛弃。我要你活着。积怨的仇恨终于爆发。为了复仇，他什么都可以。你有机会得到吗？浓本多情，每晚7点就在电视剧频道。